各位，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我们。不是严重的事情啊，不是严重的事情，就是我记错时间，然后我是很晚才要集合。然后我很早很早就起来了，对，反正我们好，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不知道，就我们今天在高雄有演唱会，然后我是很不是啦，我没有确诊，我高中不是高中，我在想什么，我脑袋。反正我们今天有演唱会，然后呢，我要集合，可是我是很晚才要集合，但是我记错时间，我很早就起床了。对，我很早就是洗好澡，然后洗好脸，梳洗好了，然后呢，我就因为我现在也不能做什么事情，所以我就待在饭店嘛，我就待在房间，然后。我就很怕我睡着，然后会错过集合的时间，会错过集合的时间，所以我才开直播，就是要有一点事情做，要不然我怕我真的，要不然我怕我睡着，睡着啊，如果不小心睡着啊，真的就出包了。所以我现在很担心，我会不小心睡着，所以我才开直播，努力重振精神，不要让自己睡着。有，我设闹 我有设闹钟，但就是 不是确诊，被口水呛到。对，所以我很怕我睡过头出包，所以我在这边开直播，就是跟大家一起有事做。我刚有试着看书，但是我看书以后更想睡，所以我觉得看书。Not a good question. 所以我就跟大家一起聊天聊天，然后，就是我的团员们或者是我的朋友们，你们想要跟去别人房间睡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最晚集合的人很少，所以。都在很远的地方，他们都睡在很远的地方。我有点懒得去。然后，如果有我的朋友想要加入粉丝哦，啊，不，有想要加入这个 live 的话，可以跟我一起直播，就是帮助我不要睡着。对，主安还。早安，反正就是我开这个直播，就是因为我太早起床了，然后我很怕我睡过头以后就出包了，出包以后就完蛋，所以我现在要找事情做。啊，我行李也都收完了。啊，有没有我的朋友？
要跟我一起直播，还是我没有朋友？就是你们都可以，驼妹可以在。要我一定要上来吗？嗯，小孩刚刚不是有申请？小孩可以上来啊。我同意。哎，那个子群要不要上来？小孩子。什么？
那昨天，昨天粉丝的那个，阿盖，我刚刚是不是有脱衣服？我漏电了。我这昨天粉丝的那个，应援的那个应援的那个幸运饼干，吃一下，好饿哦。记得我刚刚洗过了，太好太好，集合时间快到了。嗯，上面话有点让我吓到。喂，你好。可是我们集合时间是11:50。我没有要去住。有办法吗？好，那可以帮我延到12点吗？谢谢谢谢，拜拜。我差不多，太好了太好了，谢谢你们陪伴我。我先关掉，拜拜。